我喺 YouTube Ocean， 我今日要教大家整一个吸盘武器。我哋需要啲线要有吸盘嘅一支长嘅胶管。你首先出一支线插落去个胶管度，第二支线要插喺地度先，跟住再插落去。見到有兩個膠吸盤嘅，即係話我可以黐住一種黐住兩樣係玻璃嘅嘢。嗱，好似我對另外都有塊玻璃啦。吸，嗱，係好犀利，仲有咁樣嘅用途㗎。